大概接近八点吧，接近八点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巨响，我就出来看，出来看之后就发现电线杆跟那个树都倒下来，倒下来之后我就打110报案嘛，结果我又回头看的时候有人压在那里，就换打119请那个消防队来帮忙。那警消大概用多久？大概很快哦，大概一二十分钟就把人救出来了。还是怎么吓一大跳？当然啦、啊，开玩笑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动啊，那太重了，我就只有负责把这边的交通把它疏解好，对吧？就是让车子不要进来这样子，对啊，赶快把那个消防队把它引导进来这样子。